光棍巴打斯打，脱光要饰花。两个黄鹂鸣翠柳，我还没有男朋友。听日即系11号啦，就系强国嘅光棍节。拣呢个月嘅呢一日，系因为一字代表单身咁解咯。通常节日都系开开心心噶，但系呢个节咧就有唔少人受包啦。希望今年不要再过光棍节啦。要脱光，好多光棍都会靠双体。呢排就有调查发现，双体嗰阵时，上海男仔最唔想讲嘅就系红宝仔有几多钱啦，而女仔咧三成会带埋 friend 嚟壮下胆，但随时会误中富居啊。因为有八成嘅男仔都话，如果睇中咗对方个 friend， 就会全力追噶啦。唉，其实光棍节同情人节都系一样，男男女女都系揾个藉口买下嘢洗下钱咁。睇准呢个黄金商机，强国就有唔少网上商店乘机促销啦。有网站甚至搞咩要钱唔要货啊，出血大国瘾咁啊！唔知系咪想帮啲光棍巴打同斯打发悲愤为力量呢？